听着这我们的锣鼓声，回想到40年前乡下所有的盛会几乎就是这样子，今天竟然出现在台北市。为什么办这客家街路文化节呢？因为这一条街客家人客家乡间住的比较多。办这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住了30-50年，但大家还想故乡，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新故乡？再过50年也是自己的故乡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办，让大家认识这个土地，这个就是我们要住下去的地方。过年过节回去拜拜，那一下子我们主要还在这里活动，我们要共同建设台北市。我听我讲啊，你也记袂敢讲嘛。我听我做哩，所以我。一天跳下是叫你3-5公里，吼，佮是跳下那转去做啊。啊，做佮是哎，你人跳多是算发5步啦。啊，5步佮俺也7-8岁啊。俺佮是用佮是讲啊，莫是台北很朋友，听到是上个台北，俺爱正上个台北啦。木马啦，米罗啊，插起开上个台北用个嘛，就开上个呀。介绍下哪里开啊？罗英干啊，从俺老二太来个。哦。俺那从外记得吼，都干过干15年了。那有72岁。干15年。哪里婆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发呆呢？姜草，俺一上瘾都不敢去点。我看你今天怪怪的哦，是不是又和阿才吵架啦？唉，工作该猴子哦。哎呦，年轻人嘛，难免有他们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当初不也是为了年轻来台北争一口气，打天下的吗？上当年来同个家长，天天吃冷餐，都行走路。三天三夜才到台北，母亲母亲，全身上下只有10块钱，我已经听你说30年了。哎，来台北没30年了，我们一年没赚几多百。又变成台北人了，啊！台北辛苦赚钱，足惊本人看不起。你唔讲，本人去硬喺吓人，足惊本人欺负。一下事业成功，叫伊来就冲来骗人。我们这一代的，谁没吃过苦日？当初。为了来台北辛苦工作啊，他们那个小孩子没过过苦日子，不会懂的啦。你是何龙英，老乡英哪龙英下好？哦，我乡英下就好好啊。啊，何龙英讲
这摆讲三几万块就好，有钱人啊，这摆因好学学，因人蛮学的。跳过袂安尼呐？跳过好学咯，跳过好学对行业唔好啊。啊，好，两三万人教，因人好人教，因人唔会，都蛮老了的。几乎因为上来转到家乡一带吗？年纪人都愿转家乡，家乡你大咧讲吼，吃饭的问题啊。你还是说你听听上桥带人大家走走一下。为了生存，面对伤心。